我正穿着军服，全副武装，环岛台湾。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形式呢，让大家参与全民国防，提升抗敌意志，让我们的台湾能够避免战争的灾害。独裁的国家讲投降换来的和平是跪着的，跪着换来的和平不长久，已经有香港、新疆这些先例，再来是乌克兰，我们该做的事应该很清楚了，不能再分裂。